嘿、hey, 我是酱哥，今天来介绍这款游戏叫做异域乱斗。我们今天来抽宝啊，来来来抽，最高级的战利品是什么？来了，开始啊。是什么呢？哇，熔岩剑，还有金色头。再来，我们来抽哪一个？哇，这次更新有太刀哎、欸。100块钻石啊，抽抽看会是什么？哇，第一把刀，阵风哦，哇，100块钻石就中了，上升300%。来，我们来抽这个最高级的奖励，我们继续抽奖哦，哇哦！什么？金色的铠甲又抽到那把阵风啊！我们继续抽，氪金大就是要抽一波啊！玻璃欧洲啊，全部都金色，金光闪闪的衣服啊！再来溜一下！哇，黑暗波动，赞的！还有什么？哇吼 ，Rex 龙鳞巨剑！好啦，我们就抽这把太刀啦，看看可以中什么东西。哇，这是披风吧？哇吼，来换装了。瞧瞧，我的龙鳞巨剑，哇，攻击力60哎，还加12。披风之主，黑暗波动。哇，它是一个剑牌加上一把刀子，阵风。哇，好帅哦！熔岩剑是什么？双刀呢？看一下它的头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有点像女武者的，哇！瞬间白发，哇！角斗士啊 ，Rex， 生命力42，还可以升级啊！哎，这件性感哦，哇！我怎么不知道身材这么好啊？哎，这件也不赖。他是不是有套装啊？套装有加成的样子、欸。这件生命力比较高，这件好了，一样把它升级。哦，39，六级的了，超帅的，这是金刚战士吧？这个还是黑斗神拳。好了，我们来快速的打一下好了。哦，他一开始要收集点数啊。哎，这里可以买东西啊！地上有点数，当然要拿一下啊！哎，小兵刃，两刀就挂了。哎，等等，这有宝箱，宝箱还有小怪守住，全拿了啦！这是补血用的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增益设备启动。哎、欸，这谁？这谁？哎、欸，不要太靠近！哦，哦，他是玩家、啊。全部都拿了。哦，这是买东西的。生命力增加10。有小怪，这是什么？陷阱卷轴，这不需要。缩圈，缩圈，缩圈！糟了，糟了，缩圈了。
蓝色好像是我的血，黄色是什么？哎，等下有玩家，玩家，哇，两刀就趴了。那个人是玩家吗？哎，对他砍我，砍我，哎，三连杀了哦。哦，他贴什么图给我看？慢慢躺好吧你。等下我剩两滴血，我先补一下。我又缩圈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哎，好多小怪！哦，怪的招式哦，武器等级加一耶！玩家过来了，干什么？自己碰到自己的陷阱哦！我先跪一下，我跪一下。哎，他过来，过来，过来了！不要追啊，不要追啊！追不到啊，那大刀太重了。哎呦，瞬移哦！哎呦，想干嘛啦？哈，想干嘛？去死！嘿嘿，陷阱免疫耶！哇，顺便补一下。哎呦，玩家，玩家，去哪里？我在这里啊！来啊，来啊，来追我啊！这里，去哪？哎，我踩到他的陷阱。哎呦呦，他很凶哎、欸！还有三个人，包括我，先绕过去好了。然后我现在是被通气在150点，盲目的攻击无法使用防御。买了买了，随便买，先砍小怪啊！来个金色的干掉了。哎呦呦，我先躲，先躲。捡牡丹哦，我来捡捡哦。哎，我可以隐形了。他决战了吗？这里？哎，他来，他来，他来，他看不到我啊！哎，都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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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他不知道我的位置。归这里啊，归这里。多圈看他怎么赢。缩小，缩小。人呢、啊？我上面啊，快点啊，在这里好不好？别跑了。过来。啊，瞬移吗？哇，哎、欸，应该去打他一下才对吧？哦，就五连杀了。哇，这想不到这游戏还蛮好玩的，打击感十足啊！好了，各位想要跟我玩呢，我们就下次咯，先这样，拜拜。